是蓝天和白云，我们全部是你的半个天使。有一个王国里面充满了开心，有一个公主天真大一点任性，她可爱而且味蕾也非常灵敏，每天都会品尝许多让人着迷的甜品。有一个村庄里全是蛋糕精灵，在这里公主找到珍贵的友情，穿过了香草山谷还是在森林，一起寻找一起冒险是最喜欢的事情。是蛋糕的天气，寻找幸福的味道，感动又清醒，充满了魔力和热爱冒险的生命。那一份阳光就是我们的热情，我们是幻变的精灵。彩虹的倒影想起怎么寻，蓝天和白云我们全部是你的蛋糕天气。有一个公主天真大一点任性，她可爱而且味蕾